撤！撤！撤！哎呀！哎呀！管家，管家老爷，管家老爷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怎么回事？管家老爷，你伤得可不轻啊！你们怎么都过来了？快去追阿纳尔汗呐！快去！管家老爷，回去，别走林子里了，从大路上回去。你们几个跟我继续追！是是，快追！撤！你说阿纳尔汗怀孕了？她的肚子不如乳腺谷里大，但是肯定也有好几个月了。她大着肚子怀了库尔班的孩子，抓住她该怎么处置她呢？阿沙乡的粮食都让那个姓武的给抢走了，共产党也要来了。 老爷，你现在还有心思管那个女人的事情啊？！老爷，我们没有抓住阿纳尔汗，又让他给跑了。我就知道你们得空着手回来。几个大男人连一个大肚子女人都抓不到，这次惩罚先给你们留着。今天我得了儿子，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，要么我会严厉的惩罚你们。哎，我的老爷，我们先祝贺您喜添贵子。您看，忙活了一天，差点把这么重要的事都忘了。是啊，祝贺老爷。你们都快去吧，请他们明天过来喝茶。哎，走吧，走吧。你看看我的这些部下吧，有警察的衣服，有民团的衣服，连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军服都没有。哼，没有军服也好，我们最终是要打游击的，穿军服反倒不利于隐蔽。报告参谋长，解放军的军服我们已经做好了。解放军的军服？我们要解放军的军服做什么？去拿来吧。是。你是什么意思？哼，解放军如果要想拿下我们那个据点，一定要经过刀郎村。听说刀郎人野性十足，彪悍好斗，是不是？打猎的人嘛，当然很野，不过他们从来不惹平原上的人。哼，那让他们跟解放军打一仗怎么样？给解放军他们惹点麻烦。嗯，啊。
我明白了。咱们再给解放军少把火。吁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是来给你送这个的，叫你们的伯克来见我。我们是解放军，赶快叫他出来。他要是不敢来，我就把村子给烧了。你们都听到没有？我来了。我就是这里的伯克穆拉丁，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。穆拉丁伯克，你听说过我们解放军吧？听说过，但是今天第一次见到。听说过就好。你知道我们解放军马上就要打下整个中国了吗？听说了。知道我们的厉害就好。我们从口里来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带的兵不多，看见没有？那些不穿军装的都是我们从这里抓的兵。新疆的人还有不少，我们要在新疆杀很多人，所以要在当地招很多兵。你们村不论男女老少，只要是能走路的，会喘气儿的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得跟我们走。能走路会喘气拿不动枪的你们也要吗？当然要了。拿不动枪挡子弹总还可以吧？这叫什么话？冲锋的时候你们的人在前面给我们挡子弹，你们多死一个，我们就可以少死一个。想让我们的人都去送死，那你还解放我们干什么？你少跟我废话，命令你们的人统统跟我们走，知道吗？不愿意走的就地枪毙。别动。穆拉丁伯克，我今天先不杀你，你给我仔细听好了。我们只是解放军的先头部队，不需要那么多人。可是我们的后继部队马上就要到了，他们还会找你要人要东西的。给他盖件衣服。我们撤，走。撤！解放军就是这样的吗？前面就是大郎村吧？是，就快到了。哎，你看有人啊！停下，停止前进。张副教导员，嗯，有点不对劲儿。是啊，你看，库尔班。那就是你说的刀郎人，是，就是他们。他们刀郎人平时也在村外放哨吗？不，他们从来不放哨啊。有情况，库尔班，你把刀郎村的详细情况介绍一下。伯克，伯克，穆拉丁伯克，解放军，解放军，他们的大部队来了。你去吧，去看好咱们的女人和孩子，有了他们，刀郎村的根就断不了。你就是刀郎村的伯克。尊敬的伯克，还是让我留在这里吧。在生死大战的时候，伯克应该站在最前面。你现在还不是伯克，听我的命令。你要多加保重。好，我们走。
阿勒克，你去召集全村男人。是。看来咱们得想个办法呀，这些人要好好的应对。全体注意，向左转。同志们，我们马上进入居民区，现在整理居住封禁。全体注意，向右转，前方走。穆拉丁伯克，是我，库尔班呢？是你把解放军领来的？是啊，是我给他们带的路。为什么？告诉我为什么要领他们来？你还是我们刀郎人的朋友吗？穆拉丁伯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去问问你领来的解放军吧。我想你是误会了，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。你去告诉你的解放军老爷，他们休想在刀郎村再抓走一个活人，休想抢走一粒粮食，得到一滴水，他们得到的只有我们这些男人的尸体。向我们开枪吧，开枪啊！穆拉丁伯克，我是这支解放军部队的指挥员，我叫张杰。我们这支队伍应该是进入刀郎村的第一支解放军部队。我不明白，难道有人冒充解放军，做了对不起刀郎人的事情？冒充？难道这是假的？还有我身体里的子弹，还有躺在坟墓里那三具刀郎人的尸体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你们看，穆拉丁伯克，我相信猎人的眼睛是不会看错的。来，你们都看一看，这能是一样的吗？爸爸，热赫曼也说，昨天来刀郎村行凶的一定不是真的解放军。那你们怎么证明你们才是真的呢？真正的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是不会为难群众的。您既然对我们还不够信任，今天我们的队伍就不进村了。今天晚上我们的队伍就在村外露宿，明天绕过刀郎村去执行战斗任务。不过穆拉丁伯克，你很快就会真正了解我们的。库尔班，如果你愿意留下来找你的阿纳尔汗，你就留下来。如果你愿意跟我们走，我们随时欢迎。张副教导员，我还是先找到我的阿纳尔汗吧。好的。库尔班同志，我们再见了。张副教导员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在沙漠里救了我一命。库尔班同志，你带领我们成功走出了沙漠，来到作战前线，我现在代表全连同志向你表示感谢。同志们，全体注意，
为感谢库尔班给我们带路。敬礼。李斌，同志们，向左转。同志们，刀郎村的乡亲们对我们还不够了解，所以我们更应该执行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。全体听口令，向右转，左转弯，起步走。一二一，一二一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，唱。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缔结建国民智慧，不良一军犯了命。伯克，他们在沙漠里走了一天，身上带的水全都喝完了。我真是，哎，别这样，这不是您的错，他们不会怪您的。我很想跟他们一起走。穆拉丁伯克，你有阿纳尔汗的消息吗？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你知道吗？库尔班，这些埃利会告诉你的，但是现在，我该怎么去向解放军解释呢？拿上最好、最清凉的泉水。现在就给这些解放军们送过去，这就是最好的解释。好，所有人全都去送水。嗯。你还是没奶吧？喂他吃这个吧，这是我刚煮好的包谷糊。快给他吃吧，大叔，您自己还没有吃吧？不不不，我吃过了。穆萨大叔，我要不是遇见了您，我们母子恐怕还活不到现在呢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。都是受苦人，说这个干什么？这孩子还是让我抱去送人吧，他也少受点苦。吃吧。阿迪丽怎么样了？阿迪丽现在好多了，她已经搬到你们自己家去住了，有时候还到地里除除草。你们家的地以前是萨迪克帮助种的，他被抓了劳工以后就没人管了，现在全靠他了。可怜的阿迪丽，她还是个孩子呢，伤还没好。我应该回去帮助他。你现在回去是小鸡自己往猫爪子底下钻。那你帮我告诉他，让他来悄悄看我，我想他。我不能告诉他。为什么？我听杜医生说，乌斯曼伯克一提起你，恨不得还是把你吃了，所以现在谁都不能告诉，
如果告诉了，早晚会让乌斯曼伯克知道。这孩子要是落到乌斯曼伯克手里啊，哎，谁知道会怎么样呢？他不吃了，剩下的您自己吃了吧。哦，不不不，我真的吃过了，你把它吃了吧，我再去找点别的东西吃就行了。心肝，我的心肝，你的名字就叫心肝好吗？你现在还没有名字，起名字是爸爸的权利。等找到了你的爸爸，我们就让他给你起个名字，好吗，心肝儿？哎，长官，我要见你们首长。什么事？我有非常重要的情况要汇报。跟我来。哦。撤！库尔班，你说的据点在哪儿？李连长，前面就是那个据点。撤！撤！同志们，准备战斗！打他们个措手不及！冲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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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冲！不哭，不哭！心肝，你被瘸腿鬼踩着了吗？佩佩，走路小心着点儿！不哭，不哭！同志们，快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初次参加战斗都是这样，不过不要慌，越慌越容易出事。啊！好。向他们喊话，数十下，让他们出来交枪投降。外面的人听着，你们的长官跟解放军有仇，你们跟解放军没仇。我数十下，你们把枪扔出来，走出来投降。我数十下，举手出来投降。共军马上就打到这里了，他们那么几个人，我们这么多人为什么挡不住呢？哎呀，共军突击队实在太厉害了，我们的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况且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弹药来抵抗他们的进攻。把机枪火力给我端掉。放火！放火！快！
快走！我的孩子！里面危险，有炸弹！走！我的孩子！快来人！快撤离！快走！孩子，是，快走！快，老师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！你在这里，注意警戒！是。刘班长，刘班长，医生，你看看这孩子昨天开始发烧了。哎呦，这孩子怎么病得这么重啊？赶快给孩子弄点吃的。哦，好。你就在这儿。坐，老杜，来了，快给孩子喂上，快去。穆萨，你实话告诉我，这孩子是谁的孩子？我在礼拜四大门口捡的，那一定是没办法养活这孩子的人，把他托付给了真主，真主又把他交给了我。哦，你能养好这个孩子吗？那也得养啊，既然真主让我见到了他，那就是真主的旨意了。不要嫌少啊。你这是哪儿来的钱啊？我在巴扎上唱歌挣的钱。你把钱拿回去，给孩子买几个鸡蛋，让孩子好好补补啊。也好，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只能欠着你的了。哎，谢谢。好些日子没见到阿迪里了，他好了吗？他最近啊，好多了，头也不疼了。到底是年轻嘛，恢复得很快。我呀，每隔几天就去看看他。哦，这孩子能活过来是真不容易啊，我也得去看看他。哎，穷人的孩子就是命硬啊。嗯。
大叔您好。你好，走到前面去看看，那边东西不错。你好，大叔。你好。大叔，你认不出来我了吗？我真认不出你了。我是你们东家热赫曼的好朋友库尔班呢。啊，你是库尔班？是啊。你当兵了？哎呀，太好了。我现在啊不是当的以前那种兵，现在叫解放军。有你们东家热赫曼的消息吗？我好久没见过他了。大叔，那你有我妻子的消息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。啊，谢谢大叔。珍珠保佑你，我的孩子。真的是你呀！ 啊穆萨大哥，没想到偷掷胆机的人原来是你啊！我还以为你是真的喜欢阿迪丽才会问他的事情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你不应该是偷东西的人呐！你这是为什么？我是很穷，但我绝不会偷东西的。你不会掷毯子？你拿这个干什么？啊？你说呀，快说呀。好吧，我说，你们都是他的亲人，其实我早就应该告诉你们了。阿纳尔汗就在我那里，掷毯机是给他拿的。啊，姐姐，哎呀，谢谢你。现在你快带我去找我姐姐，我要看看她。你现在不能去，孩子。你忘了，乌斯曼的人时时刻刻在盯着你呢。对呀。举枪，瞄准，手枪拿好。同志，请问你们团政治部的杨副主任在哪里办公？啊，杨副主任在里面办公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走。好，放下。好，你们看一下啊。啊，这个地手掌好，手掌好。你们好。地形比较复杂，所以我们应该着重的进行防守。回去以后，杨副主任。哟，老伙计，你好啊。你好啊。好久不见呐。你们这次在古关口据点，把敌人打的可是稀里哗啦呀。不过瘾呐，我这三板斧还没用完呢，这仗就打完了。今后啊，这过瘾的仗啊，可能再也不会有了。嗯，哎，接到新的命令了吗？啊，我们已经交接完毕，明天出发去解放下一个绿洲。啊，这不，这位就是我们这次沙漠行军的向导库尔班同志，没入伍的时候就立功了，我们呢非常舍不得他。你通知我啊，让我们把这些同志都送到你这儿来报道，我只好忍痛割爱了。你好，啊，库尔班同志。你好，杨副主任。好，请坐。哎，好。哎，坐。坐呀。哦哦。
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，请喝水。先喝水。谢谢谢谢。咱们解放了绿洲以后，一个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建立政权。在农村要减租反霸，为明年的大生产运动做好准备，同时要尽快的培训一大批当地的土改建政骨干，争取尽快的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，建立农村的革命政权。什么是减租反霸？什么是土改建政？我们想送你去土改建政骨干培训班，到了那里你就明白了。什么是培训班？就是送你去学习，学文化，学知识。出来以后啊，你就可以当干部了。那干部是什么？我们这样的人呐，都是干部啊。我不要去当干部，我要和张副教导员一起打仗。这次交给你的任务比打仗更重要。怎么，刚穿上军装就忘了三大纪律了？那你为什么能去打仗？嗨，库尔班同志，过不了多久我也会放下枪去参加学习的。哎，我可是盼着去学习啊。像我们这些人打了20多年的仗，没有机会好好的学习文化。可是没有文化又怎么建设国家呢？库尔班同志，你应该高高兴兴的去参加学习。是，坚决服从命令。姐姐，阿迪丽，姐姐，我都快想死你了。全体集合。外面守着，千万别让任何人进来。我明白，老爷，我这就去，您就放心吧。啊，一鸣专员，是你？请喝茶。我到你这儿不是为了喝茶来的，专员老爷，那专员老爷，你有什么吩咐，派个信使来不就行了吗？怎么还劳您大驾，亲自跑来呢？我专程来，肯定是有信使说不清楚的话。那就请老爷您吩咐吧。共产党在80城成立了军管会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可是到现在，他们也没有说让我继续当专员的话。陶志岳不是继续当司令，包尔汉不是还当他的省主席吗？专属这一级到底怎么处置，我还不清楚。暂时他们还不会把我怎么样，眼下是你的麻烦来了。共产党最近就要派工作队下到各个乡里。
减租、反霸，还要成立农会，把农村的权利从伯克手里拿到他们的手里。第二步就要进行土地改革，就是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，同时要建立村委会、乡政府这些政权机构。那样一来，那不是要把我的皮都给剥光了吗？不但把你的皮要剥光，还要把你的肉都吃光，最后可能连你的骨头架子都给砸碎。我是老虎，可不是羔羊娃子，他们想吃我的肉没那么容易。我觉得共产党来者不善，我们得小心提防他们。尘土中扬起你美丽脸庞，漫漫长夜锁不住飞的翅膀，北洋树下我想爱人，我向爱人方向眺望。啊，那尔汗石榴枝花向着黎明奔跑的花，我心中燃烧的一朵花。Oh.